Hello， 大家好，我是古今。今天我们要来抽这个装备箱，高级的装备箱。啊，要抽的数量是100箱。好，那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 PS 模拟器，然后进入到天堂黑里面。那这次要抽的箱子是妖精的一个装备箱啊。那我这边已经有人提供了，装备箱。高级的100箱了，好，100箱嘛，100个。那我们来进来看一下啊，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提供人，叫做王小王，是我血盟的一个成员。就到这边。好，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资料，我们看一下妖精的高级装备箱可以开到什么。它的最高级的有这个恶魔系列的。恶魔弓都是红色的，它最高级可以开到英雄阶级的装备，然后接下来是稀有阶级的，有扎之弓啊、晨光系列的装备啊，然后绿色的有铁门裤子啊、钢靴之类的，然后还有火焰之弓，这个应该是赤焰之弓啊，然后还有一般的探头之类的啊，最好的就是恶魔王之弓啊，恶魔王的弓，然后还有腐烂长弓。那我们来开100箱看看吧，就开始开。好，开始第一箱，绿色的，又是绿色的，三个都绿色的，高级的嘛，我开绿色的，开始白色的，宝斗，火破。探头，什么探头？钢靴，探头，来一个蓝色的吧。20箱有几个绿色的？1、2、3、4、5、6，6个，26个绿色。来的绿色的啊，来了，蓝色的啊，还有红色的，来一个蓝色的，晨光头饰，两个了，再整个 B 级的，对，攻击加一。来一个蓝色的吧。20个、40个，1个、2个、3个、4个，4个绿色的，现在40了，10个绿色的，2个蓝色的。好，再开，先去卖东西好了，把白色都卖掉。엔티칸매력이참아름답지않소맞아안고해맞아어또왜별로不用아저저용도队友这卖光光，继续开。现在开了30箱，调一下位置。好，64箱，现在开了40箱，还有60箱，继续开。开始带着蓝色的吧，或者是红色的。蓝色的，这一次比较少1个、2个、3个、4个，60箱了，
开出了14个绿色的，两个蓝色的。好，继续。滑斗，大麻，铁库，铁库很容易开很好开。又满了。강해지길원하시오엔티컨매력이참아름답지않소厉害，九个，这一轮还有九个，七个，蓝色的，红色，这一轮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绿色的，80箱的有21个绿色，两个蓝色。好，最后20箱，绿色、绿色、蓝色，这点不错哎，都是绿色的。还有没有蓝色的？来个蓝色的吧，绿色的，没有位置。小野在这边。엔티컨매력이참아름답지않소？快点，快光光！直接开好了，不要跑回去了，剩六个。来个蓝色的，红色的，哎，100个，没什么东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哎呦，这次好多、哦，83吗？二，所以100箱开到绿色的几率有33%，蓝色几率有2%，啊，其他都是白色，所以是多少？35吗？35 100减35 65 白色机遇65它绿色机遇38蓝色机遇8100箱高级箱，不掉了，是不是？他听懂了没？打出来。好，以上就是这次的分享啊，就是开到两个蓝色的，整理一下。就是有这个真光头饰，跟还有一个哎、欸，还有一个臂甲，真光橙色臂古代橙色臂甲这两个，对，我开到两个蓝色的还 OK， 啊，对，这次好像没怎么用，好，没关系，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介绍，谢谢大家，拜拜。就到这边了，100箱的结果。以上是这次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在影片下方点选喜欢，并订阅频道。感谢你。